嘉怡今天呢要来进行一场健身的男女 PK 赛，由女方跟男方就是轮流出题。那游戏的宗旨呢，在于我们一定要出一个让我们同性都知道的题目，然后让异性们一头雾水。嘉怡，这个节目的流程我怎么好像在那个隔壁台看过？对，没错，这个灵感呢就来自于我非常喜爱的漫才团体电白大丈夫。但是今天不一样的是，我们的出题一定要环绕在可能健身训练、健身穿搭，或是运动，或是肌肉方面的问题。那举例来说，我可能问一个互娱女兄弟是哥哥比较壮还是弟弟比较壮？我也不知道，个人知道。然后对他们就会呈现一头雾水，但是男生们可能就会知道。面面相觑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弟弟啊！那个你跟腿一样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，有女方 Kara， 我是 Kara，Verna， 我是 Verna， 还有 Vivian， 三位都是健身教练。那我们男方的代表呢，就是我们三剑客的药师波波，还有盖伊我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第一题就先由我出题，通常。男生会用什么形容词形容被练得很好的人？提示两个字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好板。下去吧。不知道。你那个你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反正我们只要让他们一头雾水。那药师的答案呢？跟波波一样，第一个。
因为它看起来特别，对，我觉得是特别，还好我们没有都写一样，不然这样到底是不是那么哎、欸？对啊。啊是啊。
馆长，没错。陈佩，陈志汉馆长就是 Sky Number One 哎。真的，没办法，因为我怕大家剪掉一分。觉得女方这一集可以得一分吗？目前还是维持在1-0。那第六题由 Vivian 出题。我觉得 Vivian 这个问题蛮有机会的。因为他是男生。天生萝卜腿，腿比较粗的，他很怕小腿变粗。我是手臂。药师，我是写肩膀。因为我觉得好像女生都不太喜欢练，就是我是说学生啊，都不太喜欢练肩膀。就是我跟他说这动作练肩，他就会动出一个。可是你要想出题的是 Vivian 哦，他是有比基尼健美的，他们很看肩膀。那么答案究竟是？1、2、3，上斜方。因为平常根本就不会练上斜方啊，很容易用到，而且女生很怕变伞蜥蜴，超怕变伞蜥蜴。不会吗？成绩很帅。题目有点深度，但也不会太难。准备好了？好，是有深度的。好，大家仔细听这个题目哦。这题目是练什么动作可以让腰看起来变细？什么动作？一个动作。部位，动作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只要写出来没有差太远，都给过。练什么动作可以让腰看起来变细？直接听这个题目啊，这个药师看起来非常苦恼哦。因为我觉得我在想他们写的，大家都写好了吗？好，那就由 Kara 先开始。好哦，为什么？好，男生就3、2、1一起公布答案。3、2、1，啊！各种扩背动作，是哦，我觉得有点累，练展背。哈哈哈！展背对，其实你要练一个动作，就练展背就好了，不是都没有练展背，你要快展背。但是你扩背没有肌肉量，你展背也展不出，就是很多东西。我们讲的是那种，就是马上会变的啊，一个动作就好了，你就不用练那么辛苦。对不对？他是马上就变了。哇！最后女生全部猜对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倒扣一分了。我们现在男生是-1耶，女生2分哎。好辛苦。已经不可以。有机会啊！还有机会。好。在做胯外展的时候，上半身怎么样的角度会比较容易吃到臀下缘 ？Easy。上半身什么角度？对，那就由盖伊开始吧。好，就是大概往前倾45的角度，啊，有些还会稍微垫一点点脚垫起来，然后做。他怎么笑？靠外展。他怎么笑？OK OK。再来啊！对吗？前倾。好，我。
前进。45.5度。四十五点五度。我们超标，我们飞了，是吧？飞了。45.5度。往前啊！都要往前才会出来，我觉得。然后女生的答案是。1、2、3。后前。0.8。哦。
会怎么样？简单。会怎么样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你们这样，怎么可能？绝对不是你们这样。这个身为 Microsoft 的大使，我的 Leggings 也是有点研究。有两个，有两个女生最怕遇到的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会怕那个下面这里大包，就是版型的问题。有时候这里比较宽，会很包。然后第二个是，就是会挤出四个屁，就是屁股那边。版型剪裁不好，屁股会被挤出四个。对，这个好像跟内衣一样。真的吗？四个女生。好，完蛋了。然后波波的答案是什么？就是会太透，就是太薄。然后就是刚才有讲过，会看到屁股。那钥匙的答案是什么？我觉得起会起毛，真的。起毛。一二三。太难过啦！行啊，可是概念的蛮好的，对啊，他是真的有分析。不愧是麦火定价。谢谢。我来出一个男生一定会知道，女生一头雾水。啊，这是一个声音体，我现在要发出一个声音，大家要仔细听好。好期待。呀呀呀，来威呀，到底。呜。请问这句话是谁的口头禅？该再次再次。呀呀呀呀呀，来威呀，巴蒂，呜！完全没听过。还要不知道哎？靠，超难。没关系，男生知道就好了。打扰了，先开始公布。我不知道。我写春丽。春丽会这样吗？不知道啊。春丽不是亚达吗？哦，是哦，好像是哎。对啊。好，没关系。春丽在那边。
最喜欢，就这个应该是，这个是否太简单了？好吧，那就由女生开始 ，Kara。弄不完。凶跟二头。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凶跟二头。会加一个翘臀圈，然后做一个膝外展，然后夹臀。你看笑得那么傻，我刚有讲翘臀圈那个。怎么会？没有那么简单。没有这么简单。好，我是屁股往上卷动作，就是往上卷。所以就是骨盆往上卷，骨盆后倾。好奇，什么？
跟我一样，对，然后也。哎呦，这题目烂烂的，又完了啦！加不了分了，加不了，加不了，哎，除了加分题。我有两个跟健身不相关的题。没关系啊，可以啊，来健身相关。好。哦。女生最讨厌被小孩子叫什么？被小孩子叫。啊。简单。女生最讨厌被小孩子叫什么？这个很简单。小朋友。对。巨巨。啊，女巨巨。一起来吧。你应该大家都记得。一、二、三。阿姨啊。除了阿姨。那个阿姨长得好不错，老公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健身男女的问答 PK 赛呢，2-4由女方获胜。耶！哎，很强哎、欸，他们有一些是男生完全不会知道，不会知道的，真的。那边是啊，那个叫声。我们只能走那种中二路线才会。对，这样他们绝对不会去碰的东西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如果想要认识三位多一点的呢，他们的 IG 就会在这边。然后三位都是健身教练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健盖伊、波波、药师、Vivian、Verna、Karma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